鱼门脆皮蛇楼住户获救，八旬老翁说：“我的生命被抢到。”强震震脑花莲鱼门脆皮大楼，至今还有上百名住户受困。凌晨幸运获救的80岁陈姓老翁余悸犹存。所以我现在所有的财物都在我的12多个房间里头。那人的生命是最要紧，安全最要紧。还是要感谢我们昨天出力来救我们的弟兄。我们的社会有这么一个人情味，有这么多牺牲奉献为大家生命来付出。我的生命虽然被捡到，他们也是付出的生命，让我们大家体会到生命。土发中心花莲报道。